礼是啥？六八八红包。坦克战队吗？不是坦克战队。嗯。啊，真的是从自己人里面选的呀，因为报大仙杯的都是自己粉丝或者自己的观众。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段位够的话可以报呀，是吧？如果你是真的只有跟我一样是个不屈白银三，就别报了，好不好？我每天看邮件还是有点麻烦的。你不屈白银三就跟我一起挨锤就行了，在这个峡谷之间送送心，当一个送心小天使就行了。你不要去职业打职业了，那里没有星星，好吗？嗯，我来打把马可波罗。我要上个厕所了，等我。嗯。有水忘拿了。你终于愿意用这个皮肤了，可以。用错皮肤了，就这个皮肤吧。虽然我比较喜欢第二个半生皮肤，这个皮肤那个就是感觉子弹怪怪的呀。我也不知道是我个人习惯问题还是怎样。嗯，好，感谢三木，谢谢你的火锅，谢谢三木。嗯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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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嗯哼嗯哼，主播什么段位？不屈白银三，嗯，打他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现在双阳香没有之前那么强了，小心他下个翻滚了。好，他没打到我，那我抢到二了呀，二技能上去点的，点了后按一技能扫他吃药。你抢到二级，那你肯定是要做事情的。二技能一升，直接上去刚躲一发子弹 ，A 他 ，A 他 ，A 他。一技能一手眩晕电他 ，A 他 A 他 A 他。我刚才杀不掉，我不应该叫晕的，非要打出气势。哎，那直接上去刚了，他二技能空了，我们韩信在是吧？让他以为可以杀，好，他往前面滚了，他死了。哎，是不是诱惑一下？韩信刚才在，你就不要怕了。去装波傻可以打吧，他还追，还追就可以打呀。哦，那不打了，不打了就清这个野。马可波罗一技能改了吗？没有改啊，谁说一技能改了？他这个人拿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嗯，把速击之枪给做出来，卡一个75的攻速，现在攻速是68是吧？再买个攻速我就75了，就到达第二档了。嗯，你要多利用二技能去躲他的二技能跟他那个一技能，因为他那个一技能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弧度的话，他是很难，他一个大我拉走位，他这边直接给大一手定住，一手晕，我的老哥，
这也太猛了吧，我想着他给了我大，我二技能拉开，然后我在塔下把他给杀了，结果他也想得挺明白的，好，我也大了，有大他这个有电了有机会，但我这个血量的确有点扛不住，你说怎么杀他呢？你最好是啊，他翻滚这一枪，我横向一拉，然后再是吧，一手直角三角送他归西，他这样一点，我这样一拉，然后再反手一大，哎，是的吧，是这个意思，悟到了。嗯哼，嗯哼，嗯，好的，来我们的直角三角了。嗯哼哼，嘿哈，嘿。嘿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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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思路清晰。嗯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嗯，躲他一个技能，然后大招贴脸，一手电，电的这个哥们儿嗷嗷叫，完了，我死了。啊啊啊啊！哎，早知道往上面走的呀。可恶！嗯哼，嗯哼哼哼哼，补个末世。嗯，他闪现刚才交过了。嗯哼哼，他技能交过啊。杀不掉，我打这个老夫子还挺麻烦的。嗯，打招啊，我有末世了，那就不麻烦了，打他就比较简单了。他怎么想？哎，为什么我们这边都死了呀？嗯哼，他开二技能就不要点他。他又要开二技能了，对吧？不要点他，二技能点了他后，我会被减速，还会被反一个伤害。嗯哎，这都打到我了，可恶。嗯，消耗一下，我可以单杀他了。拉走位，他奶吃一口，二技能补掉 ，A 一下买装备，一技能扫他们。哇，这个洞啊，还好不在大招范围内，先杀这个吧。再二技能 A 一下，再杀这个。哎，还行还行，我把他们都杀了。嗯哼。哇，奔狼文章，舒服，撤了撤了。嗯哼，好，谢谢羊在吃青草，感谢破冲，谢谢风痕雨落，谢谢。嗯哼哼哼，这个比较简单了呀，这还是有很多技能没躲掉。但你顺着收就完了，因为他那个我们太灵活了，那个人不好杀我。然后你打这个老夫子啊，一定要等他二技能丢了后，他那个二技能是比较讨厌的。嗯，下路啊应该还可以再带一波，他打这个暴君，别急。嗯哼，我现在有双 buff， 要打的话很好，看他能不能拉到啊。我有纯金苍穹了。这边被卡住了，不太好打。嗯，都在塔底下，不好操作。那我们防御塔可能要被……哦，那个人在草里面卡着我在，我们先一技能扫他。他不在草里啊？嗯，他怎么不在草里啊？哦，在草里。他肯定是想二技能，是不是？
哎呦，他这个二技能挡伤挡太多了呀！我精力卡他了，结果他的二技能把我那个大招伤害刀都挡了。这个老夫子锤马可还是有点东西的呀。没办法。我看一下我的铭文够不够，不够，再补一把匕首，然后后面做肉装了。好，他让我，看来他感觉到我是个高手了。不大，我感觉草里还有一个。把这个守护者铠甲做一个，让这个老夫子等一下很难受。哎，我这，哇，就多走了一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们怎么感觉打起来这么怪呀，兄弟？这还好没大上去啊，不然被这个兄弟要晕住了。怎么不守塔呀？他们。别炸我！别炸我！好，哟，中路要拉了，这波要接大了。但这边他们有个大，我看一下，直接连着打吧。哇，这么痛的，这什么鬼啊？别慌，先一技能打他，他一拉 A 一下，挑他，兄弟，帮我挑一下。哎，真的打得好奇怪呀，我们。还好这个典韦没有出反伤甲呀，他出反伤甲我也挺难打的。现在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要做这个大肉了吧。我觉得我把这个守护不祥征兆做了，无视这个，无视他们法术伤害也不太行啊。这法师还是打了我一些血吧。杨玉环是可以玩的呀，杨玉环打有一些法师，打一些炮台法师很好用啊。我不敢往草里走。等一下，中路该压爆了吧？这里面可能都是人，的确都是人。电，纯金刚穷，哇，好卡呀！我刚才那一波电，怎么把我手机电卡了？我醉了。这马超头好铁。
拿红去。我看一个大招，一个电，一个纯金苍穹，手机直接卡爆了。跟他拼一波操作吧，也不能放任他一直不管的，你说呢？我就不要点他普通攻击了。好，他拼操作拼失误了。 OK， 那这一波局面就打开了。我有红 buff， 有红 buff 减了个速，他预判这个大招就是没有预判好，那他们这一波就炸裂了。他打我需要的是我普通攻击点到他二技能上面，然后他那个二技能会弹，弹一个减速后他在大闪是最稳的。但我知道我不就是你不要去摸他，你用一技能扫他，你千万不要去点他，因为点他的瞬间他开二技能，他那个回弹伤害会减很多移速，减了很多移速后他大闪你就必定跑不掉了，懂我意思吧？不会大闪，他大闪跟闪大都无所谓了呀，我都把距离保持在蹲草大闪马可，那我是看到他我才下去找他的呀，你这什么逻辑？我是看到他我去找的他，不是我在带线他来找到我，兄弟。你怎么我把别人